因为我的亲眷从外地到上海来，所以我一早起来拎只小菜来嘛，准备去买小菜招待亲眷的。那么我屋里向到小菜场去呢，必要走一条天桥，搿顶天桥我真不愿意跑，高呀，又长又高，一上去就是120格，转一弯要18格，上下一塌瓜子算起来，一共要跑2843.5格。那么我为啥不跑呢？有道理的，因为我就要辣辣下头了。来过旁边走出去一公马路了，就是小菜场。下半截东坡头圈子呢，我辣辣下头跑了。我准备转来过的辰光嘛，我门开蛮紧的，先要两面看一看，要看一看这个1.75块老朋友了，老朋友。有两个同志晓得的，大家来笑了。1.75块啥个老朋友？1.75块就是打红笔装的两个退休老工人，伊来一天没拿1.75块洋钿，所以我先要看一看1.75块的下头了，老朋友。1.50块，我还要看一看中央干部了，老朋友。啥个中央干部啊？就是人民警察民警。搿哪能叫伊中央干部呢？因为民警专门立了马路当中央做事体的，所以叫伊中央干部。一看中央干部没，旁边1.75块勿辣辣，我笃定呢，转过来过到马路当中去，跑道当中嘛，突然之间来一部大卡车，哒哒当当开过来，速度来得快，为啥道理呢？卡车上司机想了，伊想不着，那么上头旁边来过来会杀出一个人来个，所以往前头拉开，我一看要危险，往前头跑来不及，往后头退不来事。这个辰光只听见卡车声音刹车，滋，一个急刹车，我砰当朝天一高嘛。那么好，卡车的轮盘夹了我头浪向，一只头夹得纷纷碎。那么我困了地浪向，哇啦哇啦喊：“救命哎！救命哎！救命哎！”那拉想了，杨华生撞车脱了，撞浆脱了，头夹得纷纷碎，还好喊救命啊！我是喊的呀，一眼不假的，不是裤浪头夹得纷碎呀，我买小菜一只。菜篮头夹得粉碎，哇啦哇啦喊救命嘛！这个辰光，卡车上司机跳下来一看，哦哟一吓，我也一吓，为啥个道理呢？卡车轮盘离开我个人只有2公分，我爬起来就对这个司机啊，就讲3个字：对不起。这个辰光，司机对我还是3个字：我行。行西啊！哦哟，我一哈，搿能一看了，搿个银城要走黄道线，银城过桥应该要过桥。侬碰着了十字路口不过桥，侬比老油条，老油条是性命难保，就比较危险。乃末我门开进来，葛末我还要去接我的亲眷去了，葛末我不跑路，不加堵车，葛末哪能？我打脚踏车，一部脚踏车擦刮声，叶子板才是不锈钢，叫上上亮，砰砰响。这个人讲我搭上脚踏车，开心啊，得意啊，风吹杨柳是哗啦啦啦啦啦啦，搭上了自行车，叮铃铃铃铃铃铃，搭到前头么，眼眼条十字路口一盏红灯，风吹杨柳是哗啦啦啦啦啦啦。搭上了自行车，叮铃铃铃铃铃铃，搭到前头么？眼眼条十字路口一盏红灯，我抬头一看，岗亭里向人民警察没一个人也没。哦，搿盏红灯是自动控制的。一看黄马路汽车也没，眼睛瞪可惜吧？搿么我想还是穿过去算了，时机宝贵呀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啊。这辰光宝贵光阴不能够错脱，我不让冲过去嘛，把那个人民警察弄我拉牢了。咦，搿人民警察啥地方来的？我看看这个岗亭里向没人了嘛，不晓得我抬头只往岗亭里向看了，忘记得看岗亭下头了。人民警察跑到面前一个经理，同志，
你红灯看见了没有？我说我看见个，看见为什么还要闯红灯？哎，我看见红灯啊，因为我没看见侬个人了。我看见侬那个人嘛，我不客气了。哎，你说话还蛮老实的。现在违反交通规则，你应该要罚款，要罚几的啊？两块钱。哎，两个是要给那个，对对的，没来外号，打出来有十块样的。一张十块都不一，早给我八块，我一口八块心里笃定啊。还有四张红灯好抽了，蛮笃定。搭上脚踏车也过去了，这个人跟我台台里没吃香烟了，吃香烟。一只手台台里没打火机，门口这个人喊了，路浪向人讲了：“喂，上特首危险啊！”没关系，侬笃定的，刚刚刚好笃定嘛。弄到里呀、啊，一部这个黄车打出来，我来不及让伊嘛，乒铃乓啷起，哪能乒铃乓啷起？乒铃上了这个车子上响，乓啷自家拐到，起来嘛脚乓啷响，裤子擦衫不算，外加油皮也擦脱，脚踏车轮盘侪划脱，你哪能弄法？既然自有天相，旁边有一部这个出租车子，过天湖的大发车。一口哦，好极了！这个司机我认得个老王林叔隔壁老王，帮帮忙嘞！来十六铺跑一趟，十六铺跑一趟。老王回头我，我来了，今朝我不能他了，我不能开了，我没办法了。我昨天夜头一夜天没困啊，初年四处磨浆，困不醒啊！哎呀，帮帮忙嘞！侬平时多搓八球是吧？我来是要闯祸啊！闯祸由我负责。哎呀，危险啊！不要紧的，要有危险了，不会想我了吗？不要出埋头了。这个辰光一面讲我，侬一面夹了车，摆了一车子上向。我开进驾驶室里向一坐，伊帮忙的、啊，等我开了。我在十六铺，十六铺开至五分钟，一看不对，不是十六铺方向，伊朝杨氏铺去了。哎，我说我关到十六铺，让你杨氏铺，侬讲讲清爽呀！我讲得蛮清爽，侬只耳朵有毛病是吧？嘿嘿，我耳朵没毛病啊，我两只耳朵才是一点五啊！喂，眼睛没一点五，耳朵有一点五了。哎呀，侬不要搞不清爽，大概吃饱老酒是吧？吃酒，哎，吃酒我没吃，我这个酒买酒少酒动才没吃到酒。哎，我昨天是搓麻将，那么开心。我咱就是搓麻将了，侬要搓嘛，都能再来这八九号了，不要搞不清爽。昨天是我蛮开心啊，我运道蛮好。昨天我搓麻将了，哎呀，两副辣子，一副海底捞月，刚他海底捞月嘛，车子轮盘一滑嘛，咯噔噔上到去嘛，上了地心木头上向。地心木头一上，砰嘡，玻璃碎脱，侪敲了我头浪向，我头浪向血哒哒的。这个司机同志对我讲：“嘿嘿，老爷，侬蛮好，现在是光头开花。”